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塔斯摩神28关哦，限光属性成员哦，光属性成员，空间110哦，我基本上是弄得刚刚好。那第一关的话就是能绿珠的话就尽量绿哦。左边哈，先做两系变17的预备动作，预备动作再一说，就是不要打他的意思就对了。啊，除一点新珠出来。哦，战术性的绿珠，战术性的绿珠啊，看打到就算了。不会吧？我说战术性绿珠哎。他直接给我天降撞过去哦！我的老师哎，这样还玩屁呀、啊？而且两秒转，看，有点被整笑的感觉。干外星猪啦！外星猪啦！哎呦！哈哈。希腊的高康博回血是比较好回了，这么说比较快。切转啊！问号符是时候转哦，嗯，看我还雷霆光一个五，搁遐等哦，是咩啊算？补血一下吧。看你老师诶，手残无极限哦。啊，还袂死哦，还袂死，应该去死死的，因为我已经等不到雷霆光焰了。开龙哥啊，为什么？绿出整版光。请记住你的台面上的珠子哈、哦，啊，忘记我了嘛，我抖啊。贵的啊！敢那是安尼啦，我无啥印象啊。这是属于一波灌过去跟他拼的，个林北跟你拼啊，啊你无死林北，让你死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啊、哦，虽然说回了6000，没有回很多了，给干嘛崩坦了嘞？吼，右边那是越攻越强哦，
就是意思就是尽快把它 KO 掉的意思就对了。哦，就是灌过去的一个姿态哦。第五关他就把你全部都把你清掉了，所以就是对，就是有点真笑的味道。哦，相信没灌过去，是看起来像是正常的。这一关的话，我会先开这只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增加攻击力，我怕灌不过去。哦，基本上这种碰运气的玩法，我是不是很建议啊？不过我没辙，因为我的轮拓吸力太长了。强化盾反击100%，别惊哦，咱规都是满满的，满满都是幸福哦。能够一波把它灌过去也没有关系，灌不过去的话也没关系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就是靠各位自己的实力哦。然后灌过去，因为 CD2 会流到下一关哦。那我这一次就是做一个两吸变十吸的一个示范哦，非常好哈、哦。这个两吸好像做歪掉了哦，龙克亏了去，没关系哈、哦，一样两吸可以变十吸。看你是要一波或两波啦，啊、那刚看天降，因为我现在要绿光珠出来，看来是一波可以带走的 feel 哦。好，咱们来一波带走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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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两系变十系，虽然是歪掉，可是一样是可以 KO 的哦。平民三到五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